本期毒奶节目麦克收音有问题，请各位见谅。本节目由七品空间赞助播出。七品空间呢，是全台唯一一间围棋咖啡厅，主打给棋友们一个舒适的下棋环境，点一杯低消饮品就可以待上一整天，实现真正的以棋会友。除此之外，也会不定期举办交流赛、讲座、职业棋士指导棋等活动。随着疫情渐渐解封，也欢迎各位实际来走走，说不定也会在店里看到小林老师哦。成为七品 VIP 后呢，也会享有更多的福利优惠通知，详情呢可以看底下资讯栏。那么我们正片开始。嗨，欢迎收看《毒奶名侦》系列，各位好，我是小林老师。虽然在三星杯呢，我是接连的失利，但是不能气馁，好不好？我们要继续奶下去，不是继续预测下去，好不好？现在时间11月6号，那明天跟后天呢，即将举办的是 LG 杯世界大赛八强战的那个四盘棋啊，分两天举行，然后9号跟10号呢半决赛啊，四强呢也会举行啊。那因为我等一下呢就要上台北了，台北那边没有电脑，所以我想说就在这边先行的给大家预测一下我怎么看待，好不好？我相信各位应该也蛮在意的啦，可能都想跟我反击呀吧？我不确定啊，好不好？那因为呢，现在野狐那边还没有开啦，而且我目前也出到剩500万了，所以反正我怎么压，我当天就会这样子压，好不好？首先四盘棋当中呢，三盘是中韩对战，一盘是韩日对决哦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哦，韩国棋手整体的实力呢都已经越来越好了。并不是三星杯偶有佳作哦，这个韩国棋手对于 AI 的这个使用啊，适应能力呢，相对比中国棋手要来的厉害一点。所以我是认为啦，中国棋手可能要变成一个挑战者的角色了啊。首先第一盘棋啊，变相一跟李玉婷啊，我们这边我看到了，这边有一个新闻，好不好？所以他们这边是讲说，变相一跟明玉婷，他说，明玉婷5-2领先啊，所以这一盘棋要还回去。放屁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他在放屁。这个明玉婷就是屌虐变相一，真的，这个真的是屌虐的。我已经看过他们不下 N 盘棋，再怎么秒的棋，明玉婷都可以赢下来，好不好？变相一完全是不堪一击的，他就是韩国围棋的毒瘤，好不好？我是大胆的预测了，变相一是不行。好不好？所以这盘棋虽然是韩国棋手有这个往上涨，但是我觉得小米我还是看好他，好不好？第二盘啊，第二盘应该是大家比较希望我来预测，好不好？柯洁跟朴廷桓，那朴廷桓呢，这一次已经展现了相当强大的心脏，并且回围3年多啊，再次拿下世界冠军。那我是觉得啦，柯林完这个年纪28岁，要一年拿下2冠，我是觉得偏浮夸了。但是他对柯洁这一战哦，这么说可能中国棋友会不开心了。我是支持朴廷桓的，好吗？好，我并不是毒奶，我是打从心底觉得朴廷桓是会拿下本局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朴廷桓的心理素质真的。好，我跟大家讲，柯洁强是强在面子，他的面子真的强，他的网棋哦，战力先降30%，真的。可是朴廷桓他网络棋可能比面棋还要来得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是一个发疯不动的感觉，柯洁就是要动来动去，要抓头发，要叹气，影响别人，对不对？心理战。胜负师这个科学是强的，可是如果隔着电脑屏幕，除非滑标了，好不好？除非用他的内力让他滑标，不然我是觉得这盘棋朴廷桓稍微胜算高一点，好不好？我记得他们两个的生涯战绩是差不多的，就如果柯洁跟曾铮旭，柯洁是大幅领先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柯洁跟朴廷桓可能是朴廷桓，我这次是看好吧，好吧？好。那接下来伊利辽对申真旭，我跟你讲啊，我是不会再压申真旭的，好吧？我对他已经有怨气，
这是去让我成为了国际笑话，好吗？就是我真的是觉得，哎，我这个声吹啊，我这个声吹现在已经要倒戈了，好不好？我忘记我在几强的时候就已经说什么，我大胆预测什么冠军声声续的，我根本没有脸去看那个，我完全不敢看，好不好？也不要贴脸，也不要。就是接触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，我现在已经正式的从一个深吹变成深黑了，真的，我直接黑起来了。深深句有一就有二，无三不成立。三连败，请试驾，请你试驾。我跟你讲，辽神，我大辽神最近名人被警三玉带干掉了，啊，他已经缺了1000多万了。对，那冠军奖金1000多万台币，所以我跟你讲，这把他会干掉，他会爆的，真的，我压一亿的，我压一亿的。好，接下来杨鼎新跟郑敏俊啊，我虽然觉得韩国棋手，但是我觉得鼎爷还是顶得住，好不好？郑敏俊在去年的时候拿到了一个世界冠军，但是我跟大家讲，郑敏俊啊，他的面相就是那种冠军。他是跟那种，他不像是跟朴廷文那种，看脸就知道可以拿2-3年，好不好？是曾明俊，我觉得差不多一冠就会慢慢的往下走。哦，那杨鼎新有一冠，哦，杨鼎新有一冠。嗯，我自己感觉啦，杨鼎新应该是有机会拿到2冠之后再走下坡。所以纵观来看，来林玉婷进，朴廷文进，伊利寮进。好吧，还有那个杨鼎新，哦，那再来呢？再来就有点不一定，因为这个我不太确定要不要重抽啦，好不好？如果不重抽，来问他，林玉婷跟朴廷文进，曾曾旭，不，伊利寮跟杨鼎新，好不好？所以最后就是朴廷文跟杨鼎新，那这个冠亚军应该输了，就是我只能先跟大家讲到这里，我的预测。基本上啊，一个比赛准，一个比赛啊，一个比赛不准，下一个应该就是他反正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不可能运气始终都这么差，所以各位啊，你拿着笔记本抄一下了啊，我的预测就是这样子啊，不要再来问我了。OK， 那我等一下准备上台北了，各位，拜拜。